全加拿大第一名的大学。那 Andy 会不会有压力啊？啊，不会啊。Andy 说他不想当医生啊，他想当什么电脑啊？哎，你不要给我们乱PO哦。来，你看我PO的。这都可以，这些都在合格。对呀、啊欸。这干嘛？哦，先模糊一下。照阿姨要经过同意哦。欸、你要给我PO，我保留法律追溯权。我刚刚现在我要照我，你又把我录起来啊、哦？我美化过、啊。哎、欸，这一张把我美化的脸庞哎膨胀嘛，这怎么弄啦、啊？换别人，看这张脸膨胀，这张脸膨胀。我每一个人我都有柔焦的。哎、欸、，Andy， 你可不可以这样柔焦啊？可以啊。这是叫柔焦镜。它有很多效果，是不是叫柔焦镜？不懂不用讲，然后后面看的人是别人。真的、哦。嗯。那你要护发一下了吧？我一直头发都发质很差。是啊，护没有用。讲讲都没有时间。其实护发不会有真的实质的效果，要长长，要长要长。那个只是摸起来。Andy， 你不可以拍到我。你在录影吗？你在录影吗？对啊，我在录容容啊。越这样子越恐怖，越不要录影。知道是谁演的吗？我是到了那才知道是谁演的，因为舞台剧的票是徐海成。你还会去买看舞台剧哦？浪漫如果剧团啊，太强了，太厉害了。你讲到这个，好好笑。他要很短，你儿子在要拍，他还讲到你小弟，录完了，他在录。哎，你这儿子真的是令人心惊胆战。